patience going to pay off here. Verstappen has got DRS down the main straight. Charles Leclerc can't cover him off. Verstappen takes the lead. He takes victory at the Saudi Arabian Grand Prix. Hello， 大家好，我是魔丸，连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天的影片，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那最后一支啦，魔丸要来跟大家分享，也稍微动用一下魔丸个人的私心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魔丸自己很喜欢的卡片系列。没有错啦，目前大家所看到的这一盒呢，又是我们 F1 的系列卡牌。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魔丸在前一年是有特别拍摄一个 F1 的卡片系列介绍，可是那个时候啦，魔丸也因为才刚开始接触到这种运动类型的收藏卡片，所以呢，还是有少部分的资讯跟大家分享是有错误的。经过了一整年啦，魔丸到现在呢，也算是收藏的比较多一些，比较丰富一些。所以啦，魔丸就打算呢，借由这一次的机会，再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今天的话呢，桌上的这一中盒呢，魔丸也会直接来跟大家进行开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啦，是可以开到魔丸自己很想要的车手。那在这边的话，魔丸也就不再多说啦，直接进入这一次的重点。首先的话 ，F1 系列呢，都是由 TOP 所推出的，也就是这个正版授权的系列卡片。那在 TOP 这家公司呢，最主要推出也是分成两大部分，第一个就是游玩取向的卡片，以及第二个纯收藏取向的卡片。魔丸这边就先跟大家说明，第一个游玩取向的卡片也因为是只有推出一种。前段时间呢，大家有看到这个魔丸来开箱四组卡片的系列当中的话，就有出现前一年的这个 F1 所推出的 Turbo Attacks 的这个系列，除了可以来进行游玩之外，当然在卡片的部分呢，也是有机会可以开到一些比较稀有的闪卡，这样子单一个卡包的价钱呢，其实也就比较便宜一些，就是在2块，换算成台币啦，就大概是在60块、70块钱左右。所以你直接购入像是这样子的一中盒呢，大概也就落在1600到1700块钱左右，价格上面算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可是也因为价格低廉的关系，如果你有想要开到一些赛车手的亲笔签名啊，又或者是一些物品类型的卡片，在这个游玩取向的 Turbo Attacks 是完全没有机会可以开到的，官方是不会放进去里面的。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买到呢？没有错，接下来魔丸就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纯收藏的系列。可是呢，在 TOP 的纯收藏系列呢，其实也是分成了大概4个大类、4个系列来进行推出。魔丸这边就以价格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首先第一个的话，当然也算是最经典的 TOP Now， 在这个 TOP Now 的系列呢，一样是没有机会可以开到亲笔签名的。可是呢，在这样子的卡片当中呢，它会针对每一场赛事都去做一个特殊的记录，卡面的部分呢所选择的照片也都是呢针对那场赛事所来进行拍摄的。推出的话就不是以卡包的这种样式来推出，而是单张单张来进行贩售的。每一张的卡片定价就是在9.9块，大概就是在台币300多块钱左右。这样子的卡片除了可以记录车队以及车手的生涯之外，当然你也是有机会可以拿到所谓的限定卡面。它的限定卡面呢，其实跟一般的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呢上面所上的这个雷射涂层是完全不同的颜色。光是做这样子小小的区别呢，每一张的价差至少都在5倍以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夸张啦。能够拿到呢也算是很幸运的。这个 TOP Now 的系列呢，也是魔丸个人最推荐来进行入手来进行收藏的。接下来的收藏卡片呢，都是以卡包的方式来进行贩售。最便宜的话没有错，也就是目前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是叫做 Flagship 的系列，单一个卡包的定价是在6.5块，大概就是在台币200多块钱左右。魔丸这边购买的其实也不是一中盒，比较算是这个 Fat Pack 肥包的系列。里面的话，魔丸记得好像是9包，再加上一包特殊系列的卡片啊，总共就是10包这样子。如果你是购买一中盒的话，定价就是在130台币的话，也就将近在4000块左右。价钱上面虽然比较高昂一些，可是呢，在这个 Flagship 的系列呢，是有机会可以开到所谓的物品卡，除了能够开到赛车手衣服的这个卡片之外，甚至连着这个 manager 都是有机会可以拿到的。魔丸自己呢是很希望可以开到 Hamilton 的系列卡片，这个话我们待会就直接来进行开箱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话没有错，更加昂贵有机会可以开到亲笔签名的就是我们 Top Crown 的系列。 Top Crown 的系列单一包的价格也就在16块，换算成台币也就到了500块左右，是直接涨了2到3倍的价格。当然你一次购买一中盒的话，定价也
就差不多是在10000块台币。这个系列当中呢，平均两盒呢会出一张这个亲笔签名的赛车手卡片。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开到像是 Lewis Hamilton 啊，像是 Max， 又或者是 Charles Leclerc， 单一张的这个亲签卡价呢，至少都是在50000块台币以上。所以呢，这也算是非常非常赌运气的一个系列。当然，也因为在前一年有一位传奇车手 Vettel 呢是已经退休了。如果你可以在前一年开到他的这个亲签卡片，我还相信价格的部分也是非常非常的可观。这个 Top Squad 的系列虽然昂贵，可是如果你没有在开卖当下直接去抢购的话，之后基本上也就没有机会再以原价的方式直接入手。魔安目前看到单一个卡包开出来的价格都已经到1000多，甚至是2000多块，是非常非常的夸张。除非你是真的很想要来拼这个亲笔签名啦，不然魔安个人还是会建议大家去购买这个 Flagship 系列，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足够了。接下来在收藏卡片还有最后一个主题，不过呢，在今年魔安是还没有看到来进行开卖，反而是在前一年有来推出的，也就是这个蓝宝石 Sapphire 的系列。这个主题是只有单纯推出一个卡盒的方式，那一次就要购买一盒，单价的话也就在630块，没有错，换算成台币已经将近20000块左右。不过魔安比较纳闷的地方是，这个卡盒呢里面虽然所开到的卡片全部都是以闪卡的方式来推出，可是呢，如果你有想要开亲笔签名又或者是一些物品系列的卡片，这一个限定卡盒好像是开不到的。变成说开卖之后虽然是直接完售，可是魔安目前看到的价格呢都是以叠价的方式来进行贩售。所以魔安个人推测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今年的赛季呢，官方这边就没有再一次推出这个蓝宝石的相关主题。目前的话 ，Top 的系列呢，收藏卡片的系列大概就是以这几个方式来进行推出。当然，最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也就是这个贴纸的系列。推出的方式就跟一般卡包一样啦，可以直接购买单包，又或者是一次购买一中盒，又或者是呢有推出一些限定的小铁盒系列套组，是可以来进行选购来进行购买的。魔安前一年是有购入啦，结果也还没有机会跟大家开箱，之后有时间啦，魔安再简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啦，那赶快啦，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啦，今天当然就是要来跟大家开箱呢我们2022最新的这个 Flagship 的系列卡片。那在这个系列当中呢，虽然是没有办法开到亲笔签名，可是是有机会可以开到一些所谓的衣物系列卡片，衣服的这种布料卡片。魔安个人当然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啦。那在侧面地方就有特别写到，总共是有9包的卡包，以及最后一个特殊卡包，每一包里面呢是有6张的卡片，所以一次购买这样子一中盒呢，至少是可以拿到60张的卡片。这边官方很贴心的是直接把所有卡片的几率给列出来，从最基本的1:32这种基本的卡片啊，一直到最后呢可以看到应该就类似这种衣物系列卡片是1:36204，这个配率来说啦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夸张。那魔安这边哎，当然也不强求啦，能够开到自己喜欢的车手当然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这边的话啦，魔安也就不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箱啦，来看一下内部的卡片啦。第一包魔安这边开到是 Charles Leclerc 的闪卡，可以看到呢这一次的闪卡是以这种炫彩方式来呈现，魔安自己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效果。不过啦，这张还算是普通的这种稀有卡，转到后面的话是没有加上任何的这种特殊限量编号。卡片后面呢这边都还是有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数值记录啊，除了 F1 的车手，当然在卡片内部呢还是有机会可以开到 F2 的一些车手以及一些场边的照片。 OK 啦，那我们第一包卡片呢一样就先把它放在旁边，接下来来开我们第二包。
哇，那这一盒该不会是雷勒的限定盒吧？第二包呢，又再度开到雷勒的这种限量卡片，虽然没有出现闪卡，但是啊，是以这种比较涂鸦的方式来呈现，也算是蛮特别的。另外一张的话，也是做了一个记录啊，这个是 Driver of the Day。OK 啦，那第二包的卡片啦，我们一样就先放旁边，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开第三包。第三包没有错啊，魔王这边开到的炫彩卡片再度呢又是我们的雷勒，真的是跟这位车手非常非常的有缘分。另外一张的话，魔王这边开到更加稀有的，不是闪卡，而是这一张呢，算这种橘黄色的标签。这张的话是限量的编号卡，转到后面的话可以看到总共的数量呢，就是在50张，魔王这边拿到的是编号17号。魔王这一次啊，真的是专开这位车手，希望后续啊是有机会呢可以开到他这个衣服的限量卡片。 OK 啦，那我们第三包呢，一样就先把它放在旁边，接下来再开第四包。第四包虽然没有开到闪卡，可是呢这边开到了三张魔幻自己很喜欢的。第一张的话就是我们的 Alonso， 这张的话算是他的特殊纪念卡片啦，后面就有写一些呢相关的资讯。另外一张的话，魔幻比较意外的是竟然还有机会呢可以开到我们的 Kimi Raikkonen。 Kimi Raikkonen 呢也算是我们的传奇车手啦，那是在2021年呢就已经正式退休了。2022年的系列呢竟然是还有机会可以开到，也算是蛮开心的。那最后一张啦， Total Wolf 也是我们宾士的 Manager， 这张的话魔幻觉得也算是蛮特别的。后面的话呢一样是有针对赛场呢来做一些相关的记录介绍，可以看到呢总积分排行也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第四包的话，魔幻觉得开的还算是蛮满意的啦，那希望第五包呢是有机会可以再开到这种限量的编号卡。第五包魔王这边除了开到自己想要的 Hamilton 之外，其他的卡片就算是稍微普通一些啦。而且这个 Hamilton 啦，既然还是2021年的记录，是比较可惜一些。 OK 啦，没关系，我们就继续来往后来进行开箱啦。第六包魔王这边有开到自己想要的 Hamilton 之外呢，当然2021年的这个车队冠军记录呢，这一次的卡面呢也算是蛮漂亮的。另外啊，闪卡的部分，魔王这边开到的是米克舒马克，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麦克舒马克的儿子。前一年的话是在哈斯车队，可是表现好像不太理想啦，所以呢目前的话好像又转到宾士的储备车手。另外的话呢， Bottas 这边，魔王这边算是开到这种紫色粉红色的边框，那这一张的话一样是我们的这限量编号卡，150张分之95啦，算是比较后面的编号。当然稀有程度来说啦，也算是比较普通一点点，但是能够开到编号卡，魔王还算是蛮开心的。那另外这一位没有错啦，魔王又再度开到雷克勒，应该算是快要把他的车手卡给收起了。 OK 啦，那第六包呢我们一样就先放在旁边，接下来来开第七包的卡片。第七包开到大家熟悉的 Gunther， 相信有看过 Netflix 所拍摄的 F1 影集呢，对于他应该都不算陌生。没有错，也是我们哈斯车队的 manager。 另外这边的话，魔王特别有开到了一张我们 F1 界的阿汤哥 Sergio Perez 的限定涂鸦卡片，这次的卡片看起来也是很漂亮的。连续后面啦，魔王这边呢又再度开到 Perez 的这种车手系列卡片，魔王自己啊是很喜欢这位车手。 OK 啦，那这包卡片呢我们一样就先放在旁边，接下来呢直接来看我们第八包的卡片。说着说着呢，就已经快要开完了。
188的限量卡片，魔丸是开到 F2 的车手，算是比较不熟悉一些。不过啦，魔丸这边有开到另外一张的 Hamilton， 有开到 Williams 的 Manager， 以及最后呢，没有错啦，我们法拉利的另外一位车手 Carlos Sainz 这次的车手卡片呢，魔丸也算是开齐了。接下来开我们第九包的卡片。198魔丸这边是只有开到这张米克舒马克的，算是这种车手的纪念卡片啦，其他的话呢就比较普通一些。 OK 啦，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来开最后一包啦。最后一包啦，魔丸是连着两张呢直接开到 Max 的卡片，前面的话好像总共也是只有开到一张而已，感觉起来还算是蛮稀有的。那另外一张啦，我们的 Lewis Hamilton 以及最后呢周冠宇的这张卡片呢，设计算是蛮漂亮的，魔丸自己是很喜欢这样子的卡面风格。全部开箱完毕了，那官方这边虽然说九包再加上一包额外的卡包，可是呢所有的卡包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啦，可能至少就是在卡片的部分是有放了一张保底。魔丸这边开到几张比较稀有的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错啊，就是我们这种经典的涂鸦卡片，那这次啊魔丸一样是开到 Leclerc 以及我们的 Sergio Perez。 接下来的特殊车手卡片，魔丸这边开到是米克舒马克以及我们的 Alonso。 闪卡的部分四张，除了呢开到一张 F2 的车手之外，另外有两张没有错又是我们的 Leclerc 以及最后一张的舒马克。限定的涂鸦卡片呢，魔丸这边开到是周冠宇，整体的设计呢也算是蛮漂亮的。以及最后两张的特殊编号卡呢，分别就是我们的 Bota以及最后一张没有错又是 Charles Leclerc。 这次的开箱整体的运气来说，魔丸觉得还算是蛮欧洲的，至少开到的这一些限定编号卡、限定的卡片都是魔丸自己很喜欢的车手，虽然没有开到服装的卡片，魔丸觉得稍稍可惜啦，之后如果又有机会可以再次购买的话，一样啦，魔丸也会再拍摄成影片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啦，那今天啦我们 F1 系列分享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假期的连续影片啦也就在今天告一个段落，魔丸要来好好休息一下了。未来的话，魔丸一样也会持续再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卡片系列啊，又或者是我们模型玩具的相关主题。我是魔丸，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咯，拜拜。